哇，雷梦被你敲了、欸。三四。可惜啊。雷梦不配有这种小东西，胸无大志啊。你胸无大志，你胸无大志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没看过。你有裸胸只有小字啊。应该算小字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可以把它点掉、啊。对啊。如果说都被迫看到，他都在舌上抓痒，他衣服先超高，不然干嘛？我吗？对啊，就痒啊，就过敏啊，痒痒。干嘛不痒？干嘛先起来抓？对，我想给你看，想给你看啊，要帮你讲。我就痒啊，就你的冷气不够强，我才会拉起来抓啊。就富贵病没有？贵病哎、欸啊，真的是不好哎、欸。我热了就起疹，不能热。在哦，富豪病。等下，年前还有开幕啊？不知道，我没吃过啊。这三年去踩雷没？哦。这两家有什么差啊？哎、欸，有没有的差、啊？可是有差还没差？没差。你回家以后有差吗？没差。嗯、那去外面有差吗？没有。干，好乖。差不多先生，差不多先生，看好乖。没办法，我还是你说没有的时候回答这么快，是因为没有，我家干部今天不在、啊。当然，没有干部真的差很多。对啊，谁啊？杰哥、哦？嗯，浩哥、啊。讲什么？不要把 ID 随便讲出来啦。Noodle， 哎呦喂啊！摸了，一摸抵三吃啊！真的假的？吃一摸抵三吃，有这句啊？有哦，有啊！一摸抵三，这样你们俩都吃了。OK， 好。不是这句话怪怪的吗？一摸抵三枪吧，看是不是在胡乱。三枪，三枪不能吃、啊。三枪是宝玉类吧？对啊。三枪应该不行，而且三枪肉感觉也不怎么样。三枪会痛。三枪会啊，你吃猪肉，猪肉也会痛啊。哇，被设计了。门清单调红中，三堂。骰龟。骰龟抓。二零。连一来，能不能一次赚完？一直在增加、欸，你知道像卖房子一样，然后那个业务一边想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公设比就两趴，哎、欸，还多买一个车位，哎、欸，业务一边抬价，敷衍，明明看是两房，最后买的是四房，他就是职业的啦、啊。没有吧，关我屁事啊！真的是买车，不要那边斡旋，好不好？买车再选配吧，那边斡旋，挑挑挑挑，最后就买那个顶规，对。你了解？学员导问说：“请问为何玩花牌会有这样的规定，一定要先摸牌才能丢牌，不能像没玩花的一样先丢再摸？因为很多人说玩花你摸牌，摸到花就是相公，为何？想知道原因规定吗？如果你有玩花牌的话，你摸到花一定要去补牌，没有别的动作了，你摸到花牌一定是去补牌嘛？如果说你先丢牌再摸牌，摸到花的话，那你就是没有去做摸到花直接去补牌这个动作，那就是。”这个相公，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